扶贫致富在2001年4月至7月举行了一系列有关贫穷问题的研讨会， RTV 就这个议题制作了一共8集的专辑，并请来来自各界界别的嘉宾就这个问题进行深入讨论。有兴趣的朋友请留意 RTV 的网上更新。好，又到了星期六了，那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这个节目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不跟大家讲心哈，唔讲心，我们只系讲金啊，因为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呢，都是跟这个金钱啊有关系的。好，现在市面上最热门的话题，每一个人都会聊到的，就是关于通货膨胀和膨胀，通货膨胀，通货膨胀，也就是呢，所有的这个物品啊的价钱呢都在飞涨啊，就是不停的这个涨价涨价。大家可以发现呢，平常以前我们可以很便宜就买到的东西，现在呢都会让人家哇，就不能够相信那个价钱已经是涨到这个样子了，啊，通胀，那什么东西都涨价，只有我们的薪水啊没有通胀，就是我们的薪水呢跟外面不接轨啊，只有唯一薪水呢没有通胀的。好，那今天呢要跟大家看的字就是这个人人都会讨论到的这个通胀，通胀啊，通胀。通货膨胀，其实整句正确来讲呢，就是通货膨胀。那我们简单来说呢，就是通胀，通胀，通货膨胀。大家有没有发现呢？就是比如说我们过去在市面上买一个番茄，可能以前就是6毛钱一个番茄，现在呢是可能是两个番茄就要6块钱。以前呢，我在这个 flower market 发挥呢，买一盆草啊，才大概10块钱。那前几天我去呢，同样的草是28块钱，哇，那个这个膨胀真的是令人咋舌哈，这个非常的涨价呢，涨得非常的厉害哈，这就是通胀了，通货膨胀 inflation。啊，另外一个字眼呢，就是我们经常在市面上这个报章上可以看到的字，就是按揭。其实这个字呢，就是比我们买房子的时候就一定要贷款了，一定是要去银行做按揭，按揭，按就是按下一个按钮的按，揭呢就是揭示或者是揭开的揭，按揭按揭。可是在普通话里面呢，我们并没有说哎，到买房子了到银行去做按揭，这两个字我们不说按揭，是没人明白的。我们呢就会说是房屋贷款，房屋贷款，或者是抵押贷款，或是房屋抵押贷款，抵押贷款啊。如果你到内地去投资去买房子呢，你到银行去，你说哎，我要去做按揭，去按揭，按揭是没人明白的，要说这个房屋贷款或是抵押贷款。好，另外一个字呢，也就是普通话跟广东话有一点差别的，就是在香港我们经常会听到说哎，息率又升咗咯，息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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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就不停的这个调整。那息率在普通话里面我们不说息率，我们说利率，利率就是利息或是利率，利息或是利率，不说息率，息率是广东话的，就是息率，息率哈。但是普通话呢我们就说利率或是利息。好啊，继续讲钱呢。好，那大家的这个钱啊是不是越来越多呢？因为会不会因为通货膨胀而这个钱越来越少呢？好，我们到银行里面呢就去看看就知道了。那大家相信我相信大家呢在银行里面都会有这个存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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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存款。好，那存款呢我们在银行里面的户口有分几种的。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是储蓄户口，这是最普通的啦，储蓄户口，储蓄，储蓄，五毫，储蓄，这个蓄啊，就蓄跟普通话的蓄是相差有一点差别的，所以大家要留意储蓄，但是在普通话里面是储蓄，储蓄。好，那另外一种户口呢，也就是 fixed account， 定期户口，定期户口，定期户口，定期七，大家记得这个七是念第一声的七，不要念成是定期，定期，七七，很多人念成七第二声呢，七是错的，应该是定期，
定期，第一声定期户口。好，还有另外一种户口呢，就是这个 current account。那这个在普通话跟广东话里面呢，就有一点点差别。在广东话里面呢，说这个 current account 是说往来户口，往来五毫，往来五毫，往来户口。但是在普通话里面正好是相反的，我们讲来往户口，来往户口啊。来往五毫不是往来五毫哈，就是很多字在广东话和普通话里面呢都是正好是相反的。比如说在广东话里面经常会说扎手扎手，可是呢在普通话里面我们经常都会说是素质，并不会说成质素哈。这以后有机会再给大家讲这个正好是相反的这种字眼。好，我们再给大家复习一遍，嘿。好，看看今天的字，就是通胀，通胀，通胀，通胀。那按揭在普通话里面应该怎么说呢？房屋贷款，房屋贷款，或是抵押贷款。息率，我们不说息率，普通话里面我们说利率，利率，或利息，利息，记得息。是第一声息，不是利息，利息不是息息，不是第二声利息，记得是第一声利息。好，我们到银行里面，希望大家的这个存款都有所提升。存款，存款，存款，这个广东话里面款是 F 的声母是 F， 可是在普通话里面是 K 款。存款有一点差别，存款，储蓄，储蓄也是差别挺大的，储蓄，储蓄，定期户口，定期，定期，定期。然后呢，这 current account 是来往户口，来往户口，我们不说往来户口，我们说来往户口。好啦，那下个星期再给大家聊别的字眼，下个星期再见。向你诚意推荐 iRead。iRead 是什么来？ iRead 是一个公共出版服务。公共出版服务主要服务非政府组织、公民社会组织、网民等等，将他们的书籍、刊物和 blog 等等发成电子书，令到读者可以随时随地利用 iPad、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电子装置观看电子书内容，这个就是 iRead。 同你看普通书一样，甚至即时连上不同社交媒体的频道，连接到作者网站交流心得，实行多媒体互动。你还可以 download 书内的相片观赏，或者下载随书影片。